热古朗彻位于悉尼南郊亚历山大区，距离市中心约五公里车程。这里是一家著名的网红餐厅，由拉姆齐·肖克于2012年创立，以高质量的咖啡和精美的设计闻名，是网红、摄影师都不可错过的悉尼打卡圣地。热古朗彻如同一个飘散着咖啡香气的迷你小镇，集合了花园、集市、小农场、幼儿园于一身。在每个特殊的节日中，这里都会重新装扮成不同主题的花园，每到周末还会举办农夫小市集。漫步在这花园中，红红好像走进了闹市中的世外桃源。人生是条走不完的路，时不时也要放下手边的工作，走走停停间，不要错过那些路上的美景。一路走来，感谢小红花们的支持与陪伴，红红祝大家圣诞快乐。